为什么他回来了？端木他们几个非要把我赶到这里来，为什么云海回来？我是这个学院最后一个知道的。海，你看这里的环境，有没有想起很多的事情？我就是觉得，你们是不是在参加什么真人秀活动？怎么到处都是摄像头啊？哎，你可不知道，我们学校现在全部换成军事化管理了，每天啊7点钟起床，而且只能一早一晚两次排便。要是再这样下去，我们都得灭绝了。哎，那这个样子，懂吧？每天就是他啊！你别自私自大，监督我们跑步，要把我的话听进去。嗯，去吧。哦，知道了。哎，想起来了。崔系主任是吧？嗯，是。我听说校规规定，每天早上7点钟起来跑步。没错，学校这么做也是为了让你们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强健的体魄。不过我认为这个样子很不合理。我认为我早上起来跑步的时候，空气是最清新的。你每天早上7点钟起来跑步，我认为那个时候的空气已经污浊了，所以从今天开始，我们改成5点半起来跑步。他想干什么？还有，你要求大家每天至少排便2次，我认为对于一个正常的成年人来说，一天或者隔天排便1次，这才是正常的。你说。人才啊，看来以前有关于你的传闻都是误传，误传。夏海，来，我想我们一定很自然，很愉快，很愉快。你们都听到了啊。哎，云海，云海，喂，云海，云海，哎，云海啊，哎，你疯了吧？你刚才跟崔西说的什么呀？是啊，你这么说，我们几个怎么在学校待啊？你们懂什么呀？不知道蒋校长和翠姐现在占优势吗？所以我们不能硬碰硬。你有什么新计划吗？俗话说得好，要想谁灭亡，必先让他疯狂。没错，所以我们现在先让他们疯狂，激起全校同学的不满。我们要低调，千万不能让他们把我们开除。这个就是新计划。怎么样？这个多亏蒋元给了我启发。唉，我看呢，崔西还没被灭之前，我们就先被灭了。这位同学，你要对自己有信心。你看我，这次我要跟他们斗争到底。云海，我陪你斗争到底。好。云海，我支持你。
为什么不告诉我？东木怎么回事啊？玉勋他怎么办？哎呀，哎，冷静，先冷静。你们两个为什么让他们三个把我支开？我问你呢。我回来为什么要告诉你？你是谁呀、啊？玉勋，你是不是认错人了？我是希望认错他了，可站在这里的人不就是你吗？是折磨我一年的慕容云，是发誓要和我一辈子在一起的慕容云，是你出车祸，我每天都跑到医院去看你的慕容云海，你什么都记得起来，却唯独把我忘记了慕容云海。我会忘了情，让我丢了你，傻傻的他说的是真的，长官，你说会。端木，什么都不用问，不就是为了和他在一起吗？假装不认识我，太让我失望了。你们怎么不回答我？说啊，说啊。云海、啊、好了，走了，回去吧。泽云，我想以后再跟你解释，先走了。云海，你怎么能不记得我了？你怎么能不记得我了？还以为能够在一起，你怎么能这样？你怎么能不记得我呢？你怎么可以记不起我初遇时的？怎么会这样？雨勋，不要说话，我不想知道你和云海是怎么想，是怎么相爱的。关于你和他的这些我都不想知道。我知道你现在的感受，当一个女孩子失去自己的爱情的时候，那种撕心裂肺的感受似乎就能让人痛一辈子。你也会有。